讲袂清楚。较早恁当时讲在讲。伊讲，遐看到啊。
我来，我无看，我无注意看。谢谢大家，好，那在这边跟大家问候一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周六的表演，前面两首歌呢，我就自己试个音一下哈。那开场呢，先来带来一首伍佰老师的歌曲《挪威的森林》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这一首呢，伍佰老师的歌曲哈，这首叫做《挪威的森林》。那有朋友今天呢，可能过了这个前几周哈下雨的这个日子哈，那今天特别第一次呢再回到这个码头来听表演哈，那今天呢就特别换上了所有的这个重新设计的这个装备哈，包括这个地毯，我是专门请那个，这个是听说是真的草啊，我不确定它会不会长出来哈。如果有长出来的话呢，就会越来越高，我到时候再修草一下啊。因为之前都用地毯，那因为地毯的那个淋雨那个泡坏了哈，都湿泡坏了，我就想说啊，不然换一种那看有什么风格的啊，就想到了这个草皮的哈。可以的话呢，我下次呢有机会组合的话，我就做一个整个大片的。这样看起来更棒哈，然后包括了整个背板哈，那也跟大家公告一下，原本呢我们红日乐团哈，这个我的乐团名称我现在给它改掉了哈，因为那个我3-4千那个的粉丝专页呢被那个骇客盗录啊，所以呢现在已经账号不在我这里哈，所以我就重新申办了一个粉丝团啊，所以大家如果你还没加入的，可以这个搜寻一下，包括 YouTube 哈，那个我演奏的资讯，包括在这边。公益表演的资讯啊，都会在上面公告，所以大家再重新加入一下哈、啊。原本的那个粉丝团呢就删除了哈、啊，因为已经被盗用了哈、啊，跟大家公告一下。然后有一些舞蹈老师哈、啊、乐迷在帮忙一些亲朋好友加入，如果不会的话哈、啊，那个想要追踪我们哈、啊，或是一些演奏资讯啊，我们都会在这个粉丝团上面公告，包括了一些音乐演奏的片段哈。啊接着呢，我们换下一首歌曲哈、哦，来为大家演奏一首这个可能比较熟悉的，好了啊、哦，大家比较熟悉的。那这首歌呢，收录在我的老师其中一张专辑里面哈、哦，其中一张专辑。